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跳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，看一下第一副牌。本身没想法，现在东风补对子，这个牌要好好规划一下怎么打。觉得我这个牌不管做什么，好像差的都有点远啊。不过事在人为，先看看牌怎么来。来九万，打的是二筒。两筒一打，说明这个牌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去做门清。对家打九万。先开碰，这个牌给他们的错解，我应该是在做万子。上家的防守也挺好的，到现在一张万子也没漏，这样也好。反正现在自己牌力不够，下家的打法好像也是有想法，打个八条先试一试。一试就试出来了，真的是在做牌。再打个九条，两下就熄火。没要最好，来六万了，先打一万，还是要稳一点。我这个一万一打，上家万子更不敢打。来五万，那就打掉五条，这下两下。再来条子的话，我的牌就不好打。来三万，先打个风吧，稳重一点。对家也启动了，看样子应该是个碰碰胡。抓花，杠九万，那就打掉五条。现在靠张的更多，这个牌就不稳了，随便来万子就能听啊。看样子这下家这个五条应该是吃的不舒服啊，还好不舒服，差一点被包掉。哇，下家听牌了，打了一张四条。上家听牌打七万，吃七万听牌拼一个北风，下家也不要。下家摸八万点炮混一色胡牌，七个花32分，加个苍蝇35分。下家清一色听海狮顶球，前面五条是真的吃的不舒服，让他摸了一个三条上听。如果吃五条的话，他只能听边三条，还好五条跑得快。如果先打北风，就是我被锁喉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哇，这个三万来的好啊！三万来，开掉卡三条的大，抓五条上听。下家打八万点炮，三个花8分，加个苍蝇13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。这个牌缺个将，搭子倒是挺好的，全是两头张，六条来将有了，两上张，
来四万，先打一张没用的二筒。来六万听牌，打掉八万。这个牌其实八筒还是挺好的，虽然说下家做清一色，但是手里没八筒。牌虽好，但是另外两家来筒子应该不会随便发伸张筒子，因为下家的牌看着还是有点威慑力的。八筒自摸，加仓19分。